吴谦是大家都不陌生了，虽然年纪轻轻，但也是荧屏上的老面孔了。特别是他在电视剧《小别离》中饰演的张小雨，更是受到观众的一致好评。他将张小雨这个角色演绎的活灵活现，小小年纪演技就可圈可点。近日才刚步入大一的胡先煦首度公开了恋情，他在微博发文称：“北京的秋天，昨天的动物园，老师布置的作业，我都很喜欢。”并艾特了女友的微博，女友正面照也曝光，长相甜美可爱，不输李兰迪。照片中胡先煦女友留着中分，扎着两个大双虎辫，非常的甜美可人，给人一种邻家小女孩的感觉。五官长相也非常小巧精致，李兰迪大家应该也不陌生，她也是个未来可期的小花瓣，无论是颜值还是演技都频频在线。她和胡先煦也是很好的朋友，同穿高领毛衣的李兰迪和胡先煦女友两人颜值不相上下，都非常的甜美可爱。据悉胡先煦和女友两人是在军训时相识，两人也是同班同学。从胡先煦同学晒出的聚餐合照中，胡先煦和旁边的女生并排而立，不难以看出关系很好。没想到就是他的女朋友啊。早前也有粉丝晒出一张偶遇胡先煦和一位女生牵手现身景区游玩的照片。对于乐圈的艺人来说，公开恋情是一件需要很大勇气的事情，而胡先煦真是勇气可嘉，竟大方承认自己的恋情。不过很多网友们也纷纷送上祝福，胡先煦帅气清朗，女友甜美可人，两人还真是男才女貌，非常般配呢。不管怎样都祝福胡先煦，也希望他以后能给大众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话说你们看好胡先煦的恋情吗？感谢关注，图片皆来自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